三千啊，三千都唔免啦，你寄到来甲催催就好啊，落来寄钱我嘛无啊，暂时收来袂了了，三千寄钱一千五啦，来啊，再过你啊，一千块，一千块，免包谢啊，一千块，免包谢啊，两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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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想要在这手抓着。好讲三千两千蚊啦，你唔免讲考虑我啦，哇，你就甲买就对啊，一千块啦，一千块。开始。多少？一千块，一千块，一千块。大块大块的，你免做一百块的。啊，收两块来三下，到底三下。哇，你看到来三下四下。鸟事啊，人家，惊死人啊！这人家，人家你若差一个过年啊，笑的啊。一千块来啦，一千块来啦，一千块来啦，一千块，偌黑话。一千块，来一个十万，把那个套具给我开起来，大只，套块面大只，给我开起来。啊，来五个，一千块。最后，我老板最后了。我来啊，兄弟，两块啦。啊。你搁收一个啦，无啊，大家泡下啦，真正无啊啦，你手太肥啊，一千块你食一个过年的啦，到你开十栋一栋一百块了啦。最后来一千块，够了。来最后收，来一千块最后你上面写真正无啊，一百块几个？我带一个两副。惊死我，这错啦，惊死人啊！三百块几个？我搞一分啊！哎呀，你这大条这是咩味？哪个很修啊？修了，最后一个了。哎，要下一条哇，这条哇，你今麦该几个啦？我该几个哇？你看这只粗这一片卖，恁遐这我落价哩。你叫这修大条，我想我后尾人工叫我细只，互恁买啦。你伤粗啦。最后一个无啊，一千啊，遐阵一只，遐两人计半。最后这一千三要留倒落啦。最后这一千三要吃，我分手你听哦。这三只，你若过过过年，过年休十工啦。这三只，互你一只，互你差三顿够困难。三只，互你差十顿，一顿互你开一百只，到底你唔免买？你考虑啥物物件？你到底菜市啊行行？你一千块块到底买偌济啦？最后一个一千三买无？最后一个一千块到底？睇下票也收，睇咩啦？大家好啊！第一个一千块，我边仔这条这条丢钱啊！我边仔这条，这条够你一千块嘛？我讲，来，这千块我来一推出来，后来包。你看，剩三包了，我来笑呀！皮也过了，我来皮也过了，全你吃埋。先生，上面你玉来长干不爱卖，你不爱卖一块干燥的东西吃吗？你全部拢要卖困难的吗？哦。玉来长，你们中目标无？我画一条简单的中目标，你知道无？简单的，少少啊，迄种啊，敢卖有兴趣的接起来。我画一个简单，你们，我画一个简单的就好。来，哎，靠呀！你遐客了，我请我小宝要先来无？啊好，到了到了，这烟枪大条，这东西用煎的煎煎切切落粗粗配蒜头，这一条百三两条鱼啦，唔免。这条烟枪煎的无只客档啊，四条先给钱，两百块落来两百块。走走你啊！一条百三两条鱼啊，两三条四条两百块，这要求好起来。来两百两两百。三条，你讲几个？一个。来这个谁？两位。快点收啊！收一个两个。快点收嘛！无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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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些多啊！快些无啊！有人要食蚵仔丸无？这内底包咸仔两碗，这一包只要百五，两包三百五，我来讲四包应该卖六百，唔免六百五百，季节到，季节过年啊。我带八包，八包，我带。十七头，先给钱，两百两。来两百钱。来两百，我芋头丸。来两百两，来三下。无啊。来三下，来只，蚵仔两，蚵仔两，两包蚵仔两，来只。这一句话。多谢多谢。阿四爷，来两包蚵仔两，来只。这奶黄包，奶黄包这机密者，这快来起价啊！这哪条十条，一条十五，十条百块两，两百多三百，头前要收钱。他要芋头丸。芋头丸没了。我没有。一两百块，你奶黄包三百，头边没有。来吃，伊要两百百块两，来奶黄包上面一条百五块，一排有，搁少一个人给百五。你唔好当做我咧卖啥，你唔知我咧卖啥，这包我机密者，做好食一个要百五，美女要吗？好吃哦，真的很好吃。要不要吃？百五够不要？奶黄包。都系八百，我头前。睇下可以啊，八百，有人要包你了无？别玩坏吧，来，那你去搞，搞了，鸡块清了了，来，你先搞，配用清清的，三清做一个，啊，龙虾，等下，做一个哦，恁别客气，保证三清清了了，你看我故意唱你，这不爱卖哦，我故意唱你啊，我若要卖炸了别，哎，美女，你要龙虾要不要鱼翅？三百，不值得，你当我不看相。先给钱的先苗，先给钱的先苗，这客人秒杀。
啊，如果人装地上，我嘛买了，这就抢了了。我铺一楼中头，互恁买啊。这啊，水华，啊，只用看头前哦。干贝八百块鱼翅根，一鼎两斤，外口一鼎五啊五，一鼎内底平嘞，差不多干袂退钱，汤头甲料你甲我试看嘛，只你比一支五啊五加五啊五啊的。千二，一个你唔好计收哦。哦，一瓶五啊尔，唔免千二八百，上新价钱，三百二啊，钱来啊，三百二啊，这边讲话中心啊，三百五了，四个，五个，中心啊，六个。中收啊，三百，四个，收啊收啊收啊，变成三百无啊。哎呀，头前遐有你算啊，四个，四个，两个啊，三个，四个，钱不要紧的啊。这后日把气价一只两百啊，四个，后日把一只两百啊。阿上今仔提两分咯，我六百，好。五个，后日把一只就是爱两百啊。六个，你讲别讲最后一家花啦，过来就是气啊啦。七个，几个？七，三百九分，我最后九分就好啊。来，提钱的嘛，人家手的。我上来收。哎，这个价钱赚不了，咱们欢喜好过年啊。高兴啊！啊？高兴啊！高兴啊！赚钱啊！这是我未买者啊。你管那系你也未记，我系你也不要，你话全部不用钱。过百。过百。来，收你钱收了。自家收分啊。来。可以。哦，你无。好，你买去一只两百啊？不能，来过百。先做弄，我再来。来，这样子，你人家讲要创目标了，你搞几多个？十二个了嘛？啊，咱们小白带来，小白带来照料。你来多少？我们吃黑尾鱼，我忘从的下方。吃黑尾鱼的下方，我来讲这边蒸什么拢卖人，我你搞打针。哎，咱们蒜鱼先来啊，蒜鱼。你就搞打针，啥物拢卖人，真正的你搞用，我每个月礼物我一个，吃黄虫的下方，这一包是本年行家行家要要吃辛苦。我来讲，要吃好的物件，注意听，一千八千偌济，两个人去。要吃迄位，唔免互你开两千，千五一千六，免。我只迄位下方专家，互你大家欢喜，其他新价钱的新娘。来个人要包你两个无？准只卡，有点辛苦嘛，有点辛苦。我今麦咧介绍这黑尾鱼，你一定要注意听哦。这比鳞鱼、啥物鲑鱼、鳕鱼拢搁较好食。我一包鲍鱼哦，一包过来，一包鲍鱼，三包装起，免收两千，千五收起。一句话，上升价钱的青苗，五百块落来五百块啦。黑尾下包来五百了，来五百块，稍微食乌托罗下包五百块，起码可以来收。你是炸虾料吗？也是鸟呀。两个人可以开钱啊，唔免考虑啊。五百块落好处理得啦。不要啊！其他今年啊，加一包你马上出价哦。加一包啦，正常三包，这两包鱼有无？做咩也无啊？来这边啊！包过无啊？最少。来，这来这边。这二五啊。鱼有无？有。来，上来多少块？食蒜鱼，你多乱嘞？来，谢谢。要食蒜鱼，全部十三个人加加钱，新加钱，唔免五百拢无啊，三百一十片，钱三百块。来，那个蒜鱼上面吃三百，来这边，来两个。十三个啊，拢无啊，蒜鱼两千啊，表示万人家啊，这大地啦。要收啊！你那个啊，嘉英，你准备等下一个中目标来，给人家中目标来送。今仔中目人家好过年啊，十个人家十二个。我十三个，你接住来。好，来钱你收钱哦，唔免五百，只要收三百。三百几个，这种大地哦。三个。这起码一件行情三百几啊。他说你几个？收两百个。两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十个人家。来，我再搁送你，我现在真正的，再过你。加过来，哎，刚扣掉了哦。今天的，这二毛给弟弟玩了吧？姐，你买几包回两下？哦，我没加过上你，加过来，加过来。没啊，这没有毛巾。但是卖广告哟，卖广告哟，加过来哟，加过来。哎，天也怕灰哦。这包算你啦，无两斤我钱用你，一斤你啊借三百了，我两斤六百，唔免。我卖一半的价钱，你唔免经过考虑，全部一瓶五的，全部拢恁的，至少都啊，迄个二十斤嘛。全部十个人加三百了，哇塞呀，四爷，我四个无啊，四爷，好啊，四爷，我怕啥物啊，无啊，来啊，四爷啊，来四爷，两个过就走，四爷上来加班，两下无啊，两下无啊，大地啊，好好有啊，最加就来啊，来啊，算你不借，算你，够起来无，够你两千两个，三百，三百，三百，你借十个啊，十二个。这边还有一个，来，我最高就分，你们就十个啊，十二个啊，答应。哦，你这水应该少一点啦，多少个？应该少一点。
好啦，有咩什么代志？有有有有有。哪个 B 哥过来自取？哪个三 B 哥嘞？哪个三 B 哥的话，伊要自取的对不 ？B 哥的话。讲啦。来，我你讲啊。自取的对不？帮我接一下。B 哥上面去啊。B 哥对不？自取的对不？紧嘞。来，这 B 哥，因为我想补充品，我们一千免八千块钱，三号上面去，伊要三号吧。来，这边去。三号。自取的啦，三号，紧嘞啦。三号过不接了不？三号过不接了，是吧？三号过不接，因为我想补充。安杰嘞？一零五零。七零五零收掉，阿妈讲完一包你寄去好啊，那你收掉。阿妈，哦，一包五百，这十几年你唔知一包五百，真笑诶，老奇怪啦，一五五零啊，是五几那个啊？阿妈，最后一包五百，上面也无啊啦。阿妈，我讲上面有五百啦。有，是啊，这。啊，靠钱，靠钱。啊，迄个旁边系啊，啊，两包拢无啊。啊，拢无啊。这一包，这一包，阿妈讲完，上面有一包啦，包过啦，五百结束啦，这一包，这一包，无啊，不来。阿叔，我走好啊！阿叔，免走啊！最走就好啊！来这批。哦，我最后看一个中目标。你是要中目标？你听我讲，你要大标啊，小标啊？你希望小标大家吃吃的对啊？是安那？我敬恁的，恁的满意啊！中目标你要哪干？你要谈大标还是小标的？谈住排骨片的。好啦，阿叔，一问我说啊，一问我说啊，免看啊。一个帝王蟹会放一个，你给我看一下。帝王蟹会放，放帝王蟹会放。金龙三四五六七八九个十个人去，我做我标题最后一标啊，无啥物货咱卖定啊。来，我先卖一个先，我先卖一个，这叫帝王蟹会放，这退兵会当吃，爱食免五百、四百、三百。两条、你三条、四条、五条、六条、七条、八条、九条、十条，卖你三百，一条三十。